说到柳岩，大家都认识，她是一位非常性感的一位女明星，很多女明星的身材都不及她。柳岩虽然多才多艺，但是她能够走红，大部分是因为她有曼妙的身材以及美丽的容颜，只要她出现在大众的视线，都会被她的身材所吸引。相信大家都看过柳岩出演的电影，当时她的一个角色可以说把她的身材完美的展现在大众的视线内，尤其是那段坐在秋千上那妩媚动人的模样，要是把柳岩放在古代，也绝对是倾国倾城的女子。这也难怪柳岩出道这么久，就算演技不是特别精湛，找她拍戏的还是不少。这么一个性感尤物，怎么会缺少观众呢？在如今的娱乐圈，如果仅仅是靠身材和颜值，那也不是不能长久的。柳岩能红到现在依旧热度不减，是因为她懂知道分寸，观众也不会把她当成那种艳星。而且柳岩本身自身也是多才多艺，在圈子里人缘也很好，这才有了柳岩如今的咖位。如今的柳岩也是很少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了，那么大家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？